想让新生儿睡过夜该怎么做？想让新生儿可以睡过夜，建议可以让宝宝提前关房灯，觉得应该是睡前吃饱点，因为我就是用这个方式，我儿子现在就可以睡过。如果他只是七八分饱的话，他两三个小时就饿了。对，我们都在孩子睡着之前就睡着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全家人都睡着了我才到家的。这么凄凉。明天晚上9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